请掀开经本第67面第五行，67面第五行，从第七首偈看起。如来出世甚难值，无量界海十一域，能令众生生信解，此自在天之所得。世间自在主天王这一首的赞颂，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，而实际是真实不可思议。他给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往往感到好像得人生很容易嘛，我们都到人道来了嘛，遇到佛法也不难嘛，何以佛说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。我们没有智慧，没有神通啊，不知道过去未来，大自在天主啊，他的能力比我们强，他对于事实真相比我们了解的透彻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话真话了啊，如来出世很难遇到，只是就是遇到啊，无量界海时一遇，这一句话说的，我们要多多去想想。说佛法难闻，到底难到什么程度？人生难得，难到什么程度？这一首偈里头明白告诉我们了。无量界，下面是个海，海是深广无际，不是单单无量界，无量界海，用这个来形容啊，才遇到一次。诸位同修要晓得，我们在六道里头得人身呢，那个困难的情形呢，亦复如是，不比这个容易。所以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菩萨们感叹，得人身的时候佛不住世，或者在佛前，或者在佛后，遇不到佛。我们今天得人身，在佛后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3000年了。幸好佛的法运还在，还没有终结，我们生在佛陀末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呢，往后还有9000年呢，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。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很深很深，
给我们很大的警惕，使我们真正觉悟到的人生不容易。人生人的时这个寿命很短促啊。其他道寿命都比人道长。得人生有个什么好处呢？六道里头唯独人道苦多乐少，容易觉悟。诸佛菩萨示现成佛度众生，都在人间，没有说是在其他道里面示现成佛，没听说过啊。以菩萨的身份，以天王的身份，以种种不同身份呢，在其他道里面度众生，有经上说的很多。十地菩萨多半在天上做天王啊，那个就是我们此地现在怎么念的？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，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。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经文全是天王，不是真正的凡夫天王啊。我们晓得凡夫天王怎么能参与华严法会？大家都知道，参与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大士，决定不是普通人啊，实实在在讲，这些化身大士啊，多半都是古佛再来的，早就成了佛了。以大士身，这个叫道家慈航，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他们来做这个事情，来行菩萨道啊。菩萨对一切众生，给诸位说，决定没有心，有心都是妄心，无心这才是真心啊。唯有真心才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，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众生之感由前生广下影响种种不同，诸佛菩萨他们高明啊，极其微细的那个感动他都有应，甚至于我们心里头微微动这个念头，这个感呢，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发现，佛菩萨已经知道了，佛菩萨已经有应了。这种情形很多很多，而且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是粗心大意，没有感触到啊。如果你的心真诚清净，你就会感触到，常常跟佛菩萨感应道交吧。特别是讲经的这个场合，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，这个时候的感应特别多。
感应特别显著。讲经的人往往呢事先预备了，充分呢做了预备。可是上台之后啊，所预备的东西一句都没用上。而是能够滔滔不绝讲得如理如法。这个情形过去我们读地贤老法师的圆觉经讲记清文记，圆觉经讲记是老和尚自己写的讲稿，清文记是姜维农居士、姜维桥居士那一帮大居士们听经记录的，他们有三四个人听经做笔记，那个笔记交给姜维农居士整理，第二天送给老和尚看，老和尚看了，哎呀，这个讲得好，这是我讲的吗？自己都不知道，自己都不敢承担啊！这是我讲的，那是什么？佛力加持的，那是感应啊！众生听了能生欢喜心，能够开解，能够领悟，也是诸佛菩萨加持的。所以在讲堂里面，如果你是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了，说听都得佛力加持，而且这个加持非常明显，普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加持，你不容易觉察到，除非你的心很清净，你的心很细，你会感觉到粗心大意，你不能觉察，而后才知道佛恩浩大了。世界是父母对我们的恩比不上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无微不至，无时无处不在。理如是，事也如是。可是你要得菩萨示现佛的身份，示现佛的应身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。这是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，那就是经上常讲的，应以佛身而得度者，即现佛身而为说法。现这个32相80种好的这个应身呢，就很不容易遇到了。那真是开经记上讲啊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此地是无量劫海时一遇。唯有明了的人才会十分珍惜这个机缘。机缘现在人讲机会呀，机会不常在呀，是一纵即逝。什么人是有智慧的人，什么人是有福报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是有本事的人呢？抓住机会的人啊，就是有智慧、有福报、有本事的人。世间痴迷的人往往把大好的机会当面错过，那是真正可惜啊。天王
他所得的法门是能令众生知佛生心藏，我们在前面介绍过，所以他的赞颂与他所得的法门完全相应。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的心呢会变呢，变成什么样呢？变成对一切人一切物啊都有一个真正的爱心啊。何以呢？机遇难逢啊，一切人一切物，这一切无佛经里面常讲，除了人道，其余的过道都用无这个名词代表了。这里面有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，有看不见的。我们会很珍重啊，会很珍惜啊。无论是善人、恶人，逆境、顺境，都会珍惜，都会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慈悲心来对待。这叫学菩萨道啊，学诸佛菩萨的处世待人教啊。这两句是讲啊，遇佛的人生机会之难，一定要认识啊。第三句就是讲的心藏，能令众生生信解。清凉大师说得好，不信呢，这佛就难遇了；正信呢，佛就常常会遇到了。这个话讲得好，讲的是事实。佛法当中常说，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。正信、真信，你就会遇到。虽然遇到不一定是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的这个应身。实在说，佛的一切应身都是随众生感而应现的。为什么我们遇不到佛的这种殊胜的应身呢？我们心不是佛心吗？心要是佛心，你会遇到佛的形象啊。纵不是应身佛了，你会遇到化身佛啊，也能见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。你要是佛的心去感，佛就以这个相来应。你是菩萨心去感呢，佛就现菩萨身来应；你是凡夫心感，佛就现凡夫身来应。所以佛现身
不是自己愿意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。如果佛说我愿意现什么身，那已经是凡夫了。凡夫才有愿意不愿意啊。愿意不愿意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。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。佛心清净，佛心平等，佛心无念啊。这个无念就是无妄想分别执着。没有这些念头啊。所以能于法界众生。起感应。众生有感，佛就有应。一切诸有感，一切诸就有应。我们赞叹观音菩萨，千处祈求千处应，同时起感应啊。所以感应之事，感应之理，我们要很清楚很明了啊，我们自己用什么心啊？抗战胜利之后啊，周邦道先生的夫人那个时候住在南京，感应到地藏菩萨现身，他并没有学佛，可是这个人行孝道啊，他一生呢真正把这个孝敬呢做到了，他并没有学佛，也不认识什么佛菩萨。就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化缘，化缘也不太多，化五斤香油，他没给他，这个出家人就走了。走了以后他忽然想起来，他家住的那个房子很大，外面有院子，有大门二门，进去是第三道门，庭院很深啊。他那个房子我曾经去过，他说大门二门都没有开啊，就忽然想起这个和尚怎么来的，走了之后门还是关得好好的，和尚不见了。这个疑问呢在他心里面好多年都不能解决，一家人都见到的，绝不是眼花，清清楚楚。他说他是从九华山来的，问他化五斤香油。以后他们到台湾，住在台中，亲近李炳南老居士，跟李老居士学佛，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居士报告。李老居士说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啊，他后悔死了，当时没有给五斤香油啊。你看看是佛菩萨，你是什么样的心他就现什么样的形状。你是个凡夫心嘛，他就现个凡夫出家人的样子嘛，来给你化缘嘛。这是一种奇迹般的出现啊。遇到善知识，为他说明，为他开示，这恍然大悟啊。于佛有缘，他念佛修持很不错，往生之后活化有300多颗舍利，
是居士当中啊，这个往生瑞相啊，很稀有的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听说看见的不少位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自己的清净信心啊，无私的一种愿力，这个重要。这种心，这种情，就是能感。诸佛菩萨能应的，这个感是要真心的，真实的愿心，自自然然与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。正心正解，为佛能生啊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相辅相成。我们自己具足信念能感，佛菩萨能应，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，帮助我们的愿心更恳切，我们身心切愿，就会常常得佛菩萨加持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感应呢，也可以能设作互为感应。这个意思就深了，我们能感动佛菩萨，佛菩萨也感动我们。这个里面的关键，自己一定是如教修行，才能够做得到。我们读这一首颂，一定要珍惜机缘的难遇。珍惜机缘，爱惜机缘，不让这个机遇空过。怎样才不空过呢？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有缘闻佛法了，这个缘就没有空过。或者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，所谓的是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我们跟他这个缘没有空过了。佛的金刚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。我们赠送人家一本经书，赠送人家一张小小的佛像，赠送他们一串念珠，这个都是与佛有缘。这些东西并不贵重，而实实在在的是无比的贵重，一般人不知道啊。一般人看重的
是金银财宝啊，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啊。啊，这一串念珠能值几文钱呢？啊，但是他不晓得，这一串念珠啊，在阿赖耶识种了佛的种子。这真正是宝啊，无价之宝啊，无尽之宝啊。我们知道，他不知道啊。不管他知不知道，已经种下去了。如果他的善根福德厚，他这一生就会起作用。善根福德薄，下一次无量劫时再遇到啊，它就起了大作用。也许就是一次机缘啊，而度脱六道十法界。因这个机缘呢，他就能遇到净宗法门，念佛往生不退，就做佛去了。唯有我们自己认得清楚，才真正肯干，肯与一切众生结法缘，肯帮助一切众生了脱生死苦海啊，同证无上菩提，要常常有这个心啊，时时要认真努力去做。那么这是世间自在主天王他所得的法门。再看底下这一首，佛说法性皆无性，甚深广大不思议，普世众生生净性，光严天王能善了啊。光严自在天王，他得的法是能令一切众生闻法信喜而出离，他是因这个法门证果的，所以他赞颂里面的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说所闻之法，佛说法性皆无性，甚深广大不思议。这个里面的意义，佛法是以无限的才是真心，真心无限。这个无不是空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般若经上常讲的真空，真空不空，妙有非有啊！妙有是讲的法相，真空是讲的法性。宗门里面也讲的无念，无念的真念。无念呢，就是真心。有念呢，
由念就变成实性。实性是第二义，真性是第一义。这些名词很难懂，但是啊，很重要。如果你要明了，依这个修学，那就是宗门里常讲的，从根本修，依根本修，你的成就快速。无性这两个字很难懂。楞严经上，世尊大开方便之门，从我们六根门头指出我们的真性，真性就是自性，就是此地讲的法性。为什么要说一个无性？怕你执着，我有个真性，我有个自性，你就坏了。今天下午，光明山有几个年轻人来找我，说他们遇到一些信徒，问了几个问题，不能解答。告诉我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常常为大家讲解佛法的，被一个基督徒问了一些话的时候答不出来，现在他就信基督教去了。我说也不错，也很好啊。真正好好依照基督教的教义修行，将来生忉利天。忉利天主就是他们的上帝嘛。现在不信佛没关系，到天上去，跟着天主，天主常常请佛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，那不是一样吗？问题就是他要能升得了天才行啊，那他升不了天就没有办法了，他要真正能够升天，好事情。他来问什么问题呢？是问无明是怎么生的？无明是什么因缘生的？几时生的？哎呀，我说这个问题可是大问题了。我跟他说，我说我跟你讲了，你也不懂。这个问题是富罗那尊者当年向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。富罗那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是无明是什么原因生的？第二个问题，无明是几时生的？第三个问题是成了佛之后无明断了，你算成佛了，断了之后几时无明会再生？问得好啊。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答复他，说得很详细啊。虽然说得那么详细，你去看你还是看不懂。你看看世尊答复四个字解决了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你懂吗？
什么叫知见立知？譬如在经上讲，佛给我们讲见性，是发性的，是自性的，是真性啊。可是你要是觉得，哎，我个自性，我会真性，你已经立知了，那就是无明啊。怎样才不落在无明呢？世尊给你讲这部经，从头到尾讲到尾，你心里头如如不动，没有起心，没有动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你完全接受了，那个叫不落无明。给你讲见性是真心，哎，我们见性是真心的，完了，这就叫知见立知，这就是无明本。你怎么会懂啊？给你讲了你也不懂。他说那我们怎么样对付初学呢？我没有法子，举一个比喻给他讲。你回家好好去想想。你所问的就像学校里的博士班的那个程度的课程。你现在的程度是幼稚园的程度啊。幼稚园程度想问大学研究所的那个里头的课程。你怎么会懂啊？你如果懂了，那么一些念小学、念中学、念大学，那些人不都是傻瓜了？啊，浪费那么多时间，浪费那么多精力，啊，为什么不叫小朋友一下就到博士班去念呢？啊，念一天博士学位就拿到了，那多好啊，多省事啊！办不到啊。世间法尚且办不到，何况佛法？佛法比世间法难得太多了。你怎么会懂？给你讲的怎么清楚，你也不懂。为什么不懂呢？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！诸佛如来给你讲也没用处啊。我们虽然不能够悟入这个智慧聪明高一点的人，可以得到解悟啊。你知道有这么回事情，知道法性遍一切处。法性遍虚空法界，法性就是自己的自性啊！你们诸位想想，在《楞严经》上十番显见说的实在是透彻明了啊！你的见性要不遍十方，那个十方你怎么会看得见呢？太阳距离我们很远，夜晚的星星有许多距离我们更远，都是要算光年来计算的，几十个光年，几百个光年。现在我们用望远镜能够观察到亿万光年之前那么远的星球，我们见到了。如果我们的见性要达不到那个地方，你怎么会见到？这是举一个例子。六根根性是圆满的，是周遍的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长不断，不依不异。真心在哪里？我们就明了了。我们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修真心，就是要叫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行为起心动念如何与真心相应，这个事情重要。所以我常常劝大家，劝大家要拓开心量。为什么呢？
甚深广大不思议啊，这是你的真心啊。起心动念想得太小，是妄心啊，妄心决定不能见性，决定不能入佛菩萨的境界。不但佛菩萨境界你入不进去，说实在话，虚陀环的境界你都没有办法参与。你说我们多悲哀啊。虚陀环圣人，比天人高明多了，非想非非想天，寿命到了还要堕落，还要搞六道轮回，虚陀环永远不再堕三途了。不管有没有佛出世，这佛在经上讲得很好，天上人间七次往返，他决定证阿罗汉，决定将八十一品四合断尽，超越三界了，永脱六道了，那叫圣人了。我们不如他。他的本事在哪里？本事就是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放下了，他舍弃了。见惑里头头一个身见，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了，这是第一个关口啊！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够恍然大悟，身不是自己。身不是自己，什么是自己呢？虚空法界是自己，一切众生是自己。我举的例子举得很多啊。诸位要没有事的时候，新加坡的树木很多啊，先定下来，静下来，坐在大树下，从树顶往树根仔细去观察，你就会明心见性了。我们今天执着什么？我们就好像是树上一片树叶，整个大树是自己啊，我们的身体是一片树叶，你完全看清楚了才晓得这棵大树的树叶、花、果、枝、条、干、本、根原来是一体的吧。然后懂得尽虚空变法界，一切众生呢就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观这棵大树不是发呆呀，是在参学，是在用功夫啊。从这个形象里面豁然悟入啊，虚空法界是整体的。楞严会上没有用树作比喻，楞严会上是用大海，用水泡，大海比喻的时候整体，水泡比喻我们个人呐。大海起了许许多多的水泡啊，你要不知道不觉悟，每一个水泡就会起冲突啊，就会互不相容啊。
如果深入一看，都从大海起的，所有水泡都是自己啊。这就说明一切众生呢是自己，不是外人啊。我们迷就是迷了这一桩事情，诸佛菩萨悟也是悟这桩事情，事情没有迷悟啊，迷悟在人啊。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？大乘法都教给我们发菩提心学起。什么叫菩提心？菩提心就是大心。儒家教学也不例外，教我们从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叫我们从这学起。佛法讲戒定慧三学，儒家讲智仁勇三德。仁，你看仁，仁是什么意思？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！你仔细看看的时候，会开悟啊。人不是一个人呢，二人呐，叫你想自己就要想到别人啊！我自己希望利苦，我要帮助一切众生利苦；我自己希望得乐，要帮助一切众生得乐，这叫人。这是菩萨心啊。哪里可以做损人利己之事？没有这个道理。今天老和尚给大家讲开示也提到，损人决定不利己啊。损人是真正损害自己，利人才是真正利己。为什么呢？宇宙法界是一个整体的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无性，这个意思说得好啊。无性就是一切都不执着，不是那个性无，这个无就是无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自信就现前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。佛说法善巧到极处，法给你说实实在在的，法都是妙法，《法华经》是妙法，哪一部经不是妙法呢？不但一切经是妙法，一切法都是妙法。佛经上常讲的正报谋端，妙法了；依报微尘，也是妙法。世出世间无有一法不妙啊！为什么要呢？与法性相应，性相不二，性相一如啊，哪一法不妙？虽然是法法皆妙，你没有见到。你为什么没见到？因为你的心不妙，妙心就见妙法了。心为什么不妙呢？因为你有妄想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就不妙了嘛。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你的心就妙了，你就见妙法了。
我们眼见外面的境界，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这个见呢是见性见，见性呢就是妙心呢，见外面的色相啊，就是妙法了。啊，你所见的是色性呐，啊，见性见色性啊，闻性闻身性呐，这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。啊，见性就成佛了。你的功德就圆满了。我们今天所见的，不用见性见色，我们用眼识见色。不但用眼识，还要加第六意识的分别，再加上啊莫那识的执着。这就搞坏了。所以第一个见是真见，此地讲的是无限的，很快极短的时间，刹那之间呢，就变成第二念，第二念里面就掺杂着第六意识、第七识、阿赖耶识，还得加上五十亿心所，所以你见的是色尘呐，色尘呢污染了你的心性。这个污染是比喻，心性是真的，怎么会被污染？实在讲是障碍心性不能现前，说明污染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我们学教最难的就是这一层，这一层不能够透过如来真实意义，你怎么会能够解呢？印光大师讲的话讲得好啊。有人向他请教，有没有秘诀能够叫我们学佛很快就能够契入？大师答得好，他说有啊，沉静二字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这是印光大师答复的。什么是沉？一念不生谓之沉。我们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，如果还起心动念，就不沉了。老和尚讲的容易啊，做起来是真难啊！如何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不起心、不动念、不分别、不执着，那是尘。什么是净呢？普贤菩萨跟我们讲的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那是净。
在佛菩萨讲啊，随类化身，应机说法了，那是经啊。老法师说的这两个字，别说，做不容易，就是真正懂这两个字的意思，也不多。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，误解。我很诚啊，我诚心诚意待人啊。夹杂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，他还说他诚心诚意对人，所以这个沉静的不是一般人想象那么低的水平的。佛祖说的都不错，可惜呀，我们把它解错了，会错了意了，所以得不到受用。那么这个两句大家要细心体会，落实来说，你要想真正想学，真正想用功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要懂得用智慧去关照，不要用妄念去分别。你从这个地方下手，我相信你的功夫啊，很快就渐渐得力了。要知道，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是虚妄的、错误的。错误的方法怎么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？没有这个道理。华严经上在经题里面就告诉我们，大方广，大是性体，方是现象，广是作用，一而三，三而一，就给你说明虚空法界是一个完美的整体。我们生活行为造作念念与整体相应，就是菩萨道，就是菩萨行。违背了整体，凡夫行啊，这叫生死凡夫啊，差别在此地。第三句，普使众生生净心，你一看看令众生信，信什么？信法性无性，我们用这句话再套一句，正念无念，正行无行，正果无果，你能体会这个意思吗？
这是讲真话了，这不是佛菩萨随身俗地而说的，诸佛菩萨了是一二地说法，这是随身真地而说的。我们不好懂，但是不好懂啊，也要懂。不懂，我们的修学就有严重的障碍，而且叫你懂得，总不能勉强，勉强是决定做不到的，是有方法。佛家讲的善巧方便，所以此地你没听懂没有关系，不要去研究它，不要去想它，想它都是落在妄想里头，不会想通的。诸位要知道，想不通的越想越不通，那不想就通了，这就怪了。为什么呢？它无限嘛，所以你不想就通了吧，越想就越不通。那怎么办呢？后面经文很长啊，这些道理与思想啊，后头反复很多次的说到，所以在此地有这么一个印象，不去追究，这叫移情。宗门所谓小疑有小悟，大疑有大悟，这个疑不是怀疑，怀疑是障碍，怀疑是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那个疑是烦恼，那个是修行正果的大障碍，这叫疑情，对我们修学有帮助。听说有这么回事情，但是不理解，也不必去追究，我们着重深入的熏习，时节因缘成熟了，不定是什么一个机缘，一下就促成你悟入了，你豁然明白了，这个时候才真正有受用啊。我们把菩萨的标准降低，降低到我们现前的水平，我们在这里也能学到东西，那就是说我们在平时接触广大的这些众生，这些同学初学的，刚刚接触佛法的，我们教导他，帮助他，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？什么目的呢？尽心，不要把标准提得太高啊，让他对佛法能够升起清净信心，你的功德就无量了。不要一开头就希望他又吃素，他又能念佛他又能来听经，那个需求太多了，太高了。先让他相信佛法是好的，佛教是善的，不会教人做坏事，不会危害社会，不会危害自己，不会危害家庭，先让他懂这个，在这个地方生信心，一步一步的把他往上带呀。我们对于初学的人应当以这个为目标，到外面去讲演，跟大家
目标定在心，他能够相信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再看下面这一首，善事如来功德满，化众生界不思议，于彼思维生庆悦，如是要法能开也。这是第九首偈，是要思维法变化天王，他的赞颂。那么他所得的法门是如一切菩萨调伏行，如虚空无边无尽解脱门。那么在长行里面介绍过，他第一句就是说的能调伏人。长行里面说的是因，这是因性。偈颂里头这一句呢，这是说的果。谁能调伏呢？三世如来功德满了，满是圆满的。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功德。这个功德呢，不是普通的功德，如来功德。初学佛的人最容易把这个功德跟福德混淆不清。以为是什么功德呢？在寺院里面捐一点钱，我做了功德了。添一点香油也是功德。殊不知那个是福德啊。大家想想，当年梁武帝在世，他以他的福报，以他的权势，建造道场，这史书里就记载的480座道场啊。帮助人出家，他很喜欢人出家。看到人发心出家，他就喜欢，他当护法。大护法了。劝导人出家，护持这些出家人，几十万人呐。他自己感觉到骄傲啊，很自豪啊。就大魔到中国来，有缘跟他见了面了。梁武帝就把这些事情向大魔祖师报告，问他我的功德大不大。大魔祖师实在讲不通人情世故啊，说了一句老实话，说并无功德。梁武帝听了很不高兴，把他赶走了，不护他的法，害他到少林寺去面壁9年才遇到一个慧口。如果他那个时候要方便方便，很大很大，梁武帝欢喜护他的法了。
说他并无功德，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错。梁武帝做的是什么呢？福德辨识啊，他做的是福德，不是功德。福德跟功德有差别，福德得世间有漏的福报，功德是得无漏的福报，那怎么会一样呢？这个差别很大。平常我们举例说，比如说持戒有功，这功是你下了功夫啊，你真的认真在干了、啊。得是什么呢？你得到什么呢？得到定，因戒得定，你真正得定，得清净心了，那是得。修定有功，开慧是得，于是你就了解了，功是修因，德是果报啊！你修因呢，一定能证果啊！于是我们这才真正明了，菩萨修六度有功，证菩提涅槃是德。那么此地所讲的不是这些功德，如来功德。如来是自性啊。我们看姜维农居士《金刚经》讲义，他给我们解释得很好。我们在《金刚经》上，有时候看到诸佛，有时候看到如来。为什么一会说佛，一会说如来呢？如果佛就是如来，如来就是佛，这个文章就不是好文章。决定如来跟佛不是一个意思啊。说佛从现象上说的，说如来是从自性上讲的，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。所以如来是表自性，如来表性德，如来功德了，就是自性功德圆满。自性功德哪有不圆满的，本来就圆满吧。理上说没错，是圆满的。佛在这个经里面出现品里头也说得很好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，那这就是圆满了，本来圆满了。可是后面佛有一句话说了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，虽然你有如来圆满的功德，你现在不能现前。你是真有，不是假有。一切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在哪里呢？六根根性。六根根性是如来圆满功德。我们不会用啊，
我们一起用，就是把如来圆满的功德变成了妄识，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啊，这就变成了凡夫了。把究竟圆满的智慧变成无明，把无量的德能变成烦恼，变成罪业。这是我们现前干的事情啊！如果不是诸佛菩萨这样慈悲为我们说明，我们哪里知道自己错了呢？都以为自己很聪明，都以为自己本事很大，都以为自己做得很对。佛给我们一说明一解释，我们听着的恍然大悟，我们自己是真错了啊。对人对事对物啊，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我们说错了，做错了，所以才落得这么样的一个苦报。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，还得要老老实实依照佛的教诲。佛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，这个路怎么走呢？用什么态度走呢？用孝顺的心态，用恭敬遵守佛陀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个路啊就走通了。所以修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是在孝亲尊师，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种敬业不能忘掉。你看三种敬业幕后世尊说的多明白，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，这一句话就说明了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从因地修行呢，都是以这个三条做基础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无论学哪个宗派，你离开这个基础不能成就。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本法了。唯提西夫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没有把这个念佛法门教给他，先教他修三种敬业。为修念佛法门的基础，他才能往生啊。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？像盖房子一样，没有打地基啊，盖了没有多高倒掉了，无论怎么盖到最后都是倒塌，总是盖不起来。什么原因没找到？地基没有打好啊。地基从哪里打了？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。你们诸位想想看，佛法是师道，
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诸位再仔细想想，释迦牟尼佛并不偏爱中国，没有私心啊。佛灭度之后，佛弟子将佛法向四面八方弘传。我们在佛教史里面看到啊，为什么各个地区佛法不久啊都衰灭了，唯有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？什么原因？中国古圣先贤提倡孝道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像一个植物一样啊，把它移到这个地方来栽培，这个地方的环境水土啊非常适合它，所以它才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。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呢，中国古圣先贤呢就是以孝道教化众生。你看看中国历代帝王的谥号，不管他孝不孝，他那个谥号里都加一个孝字。他重视啊。所以以孝治天下。这是历代帝王啊，不管他做到做不到，这个口号他决定不放弃。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佛法在中国的成就。那么佛法要推广到全世界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啊？决定要提倡孝道，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，没有师道就没有佛法。孝亲尊师啊，知恩报恩啊，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。你看回向记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念念不忘，报恩报本，这个是佛法。许许多多修学的同学们啊，从海外各个地区写信给我，传真给我，打电话给我，都说功夫不得力，烦恼天天增长，为什么修学会成这个样子？来问我，我只一句话答复他，都听见。三天不听经，妄想就增长了，你胡思乱想了。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，讲了49年，一直到圆寂。要天天讲啊，不是讲一遍两遍你就会觉悟了，哪有那么简单呢？听一部经两部经就觉悟了，就开悟了，就证果了，那倒神似啊。众生的烦恼习气，无始劫来
养成的，习惯成自然，改都改不掉。啊，听一部经，哎，得压一下，好像好一点了。那个压一下效果很短暂的。啊，第二天不听经啊，那个效果就没有了。就像你们现在感冒啊，几个钟点要吃一次药啊，压一压了。那两次三次要不吃的时候，感冒就发作了，就没有发作了。我们现在就这个情形。讲经说什么？吃药啊，很短的时间服一服啊，明天赶快再来服药，明天不服药。准发作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嘛。我今天能够有这么一点成就，你们看到好像有这么一点智慧，我天天在吃药啊，吃了四十多年了，才控制住啊。我知道你们的情形啊，跟我差不多啊。我四十多年天天不中断啊，你们是断断续续啊，或有或无，那怎么能怪呢？现在有个好处啊，借这个科技的方法啊，有录像带，有录音带啊，现在几乎每一部经都做成 VCD。你们真正要想干的时候，这些录像带带回去，天天要听的，反复的听，果然听上个三年五载，你就变样子了。什么样子变呢？容貌变了，体质变了，心理变了，变就是真果啊！这从心理上变，心变成菩萨心了，变成佛心了。你有个善良的心，有个慈悲的心，你的容貌啊，善良的容貌，慈悲的容貌。你的身体清净的身体，健康的身体，相随心转呢，身体也随心转了。心造万物啊，我们这个身也是心造的呀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。你想佛，想菩萨，想清净，想平等，想智慧，想慈悲，最健康的思想，你得的是最健康的果报。不要天天想恶事啊，这个人作恶，那个人是坏人，你天天想这个，人家是恶是恶，是好是坏，没有这回事情。好坏是什么？是从你心里变的。你想样样都坏，是你的心已经坏了啊。你看看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。为什么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呢？一切众生是不是真的诸佛菩萨呢？给诸位说，真的是诸佛菩萨。他从什么地方看到呢？他从你六根根性看到。你六根根性是佛性。从这里看起，然后再看你的色相。你的相是自信变现的，唯心所现的。唯心所现的相，佛相。
决定不是说只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那个叫佛相，那是你妄想分别执着的佛相。真正的佛相呢，无相无不相，那是真的佛相啊。如果我们不套这个话来说，佛说法性皆无性，佛说法相皆无相啊，你懂吗？你才真正觉悟，真正明白过来了。佛看一切众生是诸佛如来，我们为什么没见到？我们的心不是佛心，这刚才讲了，我们心不妙，所以看一切法都不妙。假如我们的心妙了，看一切法都妙。我们的心是佛心的，决定看一切众生都是佛。华严经上说的，情与无情同源种智，这是佛知佛见啊。所以这三世如来啊，过去现在未来，未来包括我们通通在内啊。过去佛现在佛啊，他们自信功德圆满流露出来，那未来诸佛呢，虽具足如来圆满功德，现前有障碍，透不出来。化众生皆不思议啊！这个话呢，一定要讲三世，不讲三世呢，就有漏食了。讲三世才圆满啊！因为未来诸佛自心功德虽然被障碍，那些障碍一定会断掉的。为什么呢？障碍不是真的，如来功德是真的。真的决定不会失去，障碍只是暂时啊，不能不说啊，不说就不圆满了。这个理跟思我们都要透彻，都要明了。这个化众生呢，化是教化，就是长行里面讲的调佛行的意思。佛用什么方法来调佛？长行里面讲调佛行无边无尽，这个地方说个不思议，不思议就是无边无尽啊。众生界无量无边，那么在佛法里面用大类来归纳，归纳为九法界。菩萨、圆觉、声闻、天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这个是大的分类啊，分为这个九大类啊，都叫众生，九界众生。每一类里头，实在讲，还是有无量类啊，真的是无量无边。
啊，以我们人道来讲，人道以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一个区域啊，人众来说，在这个地球上人数并不算多啊，现在才50几亿，这个50几亿的人种族很复杂，居住的国家地区不一样，文化不相同，思想不相同，我们讲意识形态不相同，风俗习惯不相同，生活方式不相同，这里面差别太大太大了。佛用什么方法来教化这么许多众生，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，都能够互相尊敬，当中没有歧视，没有矛盾，没有冲突，互助合作，生活的自在美满，这是佛教化第一个目标啊。这个目标就是现在许多人在讲的多元文化，所以我在澳洲啊，给一些从事多元文化的这一些人士说明，多元文化最好的教材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？佛有本事将尽虚空变法界，无量无边不同族类都能够把它调和成一个共同体，这个是真实智慧呀！真实的善巧方便，能达到这个效果。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，尤其是现在科技发达，资讯发达，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。现在乘这个喷射式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，不需要一天的时间了，时空缩小了，这个地球上居住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，所以人说叫地球村了。我们现在同在一个村里居住啊，同在一个村里的居住，那么这个许许多多不同文化，这个事情可是麻烦事情了。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？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所以这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教材啊！我在常常想啊，这个世界不但大学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啊，甚至是中学、小学都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啊。那么这个教材是什么呢？《华严经》。所以《华严经》，
我们必须要下功夫啊！这个同学们都有这个责任。经文虽然不能变更，我们有浅说，我们有意见。浅说意见给谁读的呢？中学生读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把这部经典用前身不同的次序编成各级的教材，乃至于从幼稚园，幼稚园是用连环图画来编教材，编成小学的小学生读的华严经，中学生读的华严经，大学生读的华严经，研究所读的华严经。我们从这里着想啊，这个是对现代社会啊无比的贡献啊。佛的经典没有浅深，对浅人说得很浅，对深人说得很深。它的好处就在此地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？因为它与法性相应。法性没有大小，法性没有浅深。所以经典没有浅深啊。任何一部经可以浅说，让小朋友也能懂。可以深说，等觉菩萨才听得懂。可以常说，这一部经讲上50年也讲不完。可以浅说，两三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讲圆满了。这叫佛经啊。我们同学们在此地共同学习，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，要认真努力，我们替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编一套美满的教材。我们编未必能够编得好，没有关系，这是草本起草吧，让后来这些大德们让他不断去修订，不断去改进，就会成一个完美的教科书了。我们带头，我们起草。这一生生到这个世间来，遇到佛法，给我们这么一个使命，从事这个工作，我们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，没有空过啊！这就是我们的修功啊！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往生？借凭这个功德，就决定得生净土。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！这个是在现前这个阶段真正行菩萨道，真正修菩萨行，这化众生界不思议啊！我们要怎样把它落实？于彼思维心生庆悦，彼是指前面所说的，常常存这个心，常常想着这桩事情，庆幸自己的机缘啊，这个机缘得来不容易啊，太可贵了啊！愿这是法喜充满啊，肩负起这个使命，承担这一个责任，
认真努力，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。要思维法变化天王，他从这个地方证入的，如是要法能开眼啊。他要不能其如，他不能够为人开示啊，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样子啊给别人看。言是表演，是要把它做出来。佛法不在说，要在行啊！你真正能够依教奉行，把佛在经中所讲的道理，变成我们的思想、理论。佛在经中所讲的刑法变成我们生活行为，佛在经中所讲的境界变成我们真正的享受，你就叫真果了。你得学佛了，真的有功有德了，再成就圆满的功德。我们看看这些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，要能够解其意，行其法，也能其如这个境界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